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，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，却仍然是那么突然。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，不能因毁了，更不应一封信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年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要是告诉我了，也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样。 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，口口声声说绝望了，真是得爱的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呀、啊？爱情，你没资格骂我。你就不配他妈看爱情？怎么会你这么多年你怎么出来了吗？你爸在天上看着呢。自己做的事情你不能忘了。那我就搞不懂了，放着好日子你不过，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。 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。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？你，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。活在自己心里啊，画了一个期限，等得到就等，等不到就算了。但聂雨生不一样，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。我真的是很想知道，你跟聂雨生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？跟他在一起。 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，盖过章了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这件事，我只告诉过一个人。嗯